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教大家学会猫头鹰的声音，听我学一次。然后如果你要学会猫头鹰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学会这个口型。然后会发出呜的声音，呜呜呜，然后发生共鸣，在这个口腔，呜呜，然后接下来重点是你要能发出这边的声音，然后这里是共振，呜呜呜，然后发出两段式的声音，你就可以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然后如果你学会猫头鹰的声音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学会鹦鹉的声音，因为也是发生在这边的共振。啊啊，我是鹦鹉啊，类似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